今天可是做了功课来了。曼丹魂这次带了好多细品，伟哥决定冲一波。相信很多人都是三巨头明光漫入坑的海贼、火影、死神、海贼王，这次有很多新品，去看看吧。路飞九柱山治穿的是讨伐鬼岛的衣服，现场看起来的话，山治肩部应该是双重关节。路飞的草鞋和脚底是有独立可动，凹造型动态感会更强。我看官图的时候特别喜欢他们这几个人的表情包替换脸，路飞的惊讶脸，佐罗的张嘴脸，山治的星星眼和惊讶脸都超级好玩。佐罗的手办是送路飞的张嘴脸，山治的手办送路飞的流口水脸。万代你是玩明白了，如果要买肯定是三入一起摆，场景有意思。这次讨伐鬼岛里也有单核的新品哦，这个神态还不错哎，鬼哥从他出场就超级喜欢他了。不知道屏幕面前铁子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大壳呢？来看看凯多，这个尺寸对比起来相当大比例了，据说有酒后大哭、酒后撒娇两个表情替换键。妈，好想看呀 ！FZ 的双条龙，这个我都超感兴趣。两条龙现场看起来好有魄力啊！凯多龙鼻子好大呀！哎，桃子哥老科长还有个大鹅哎！凯多的蓝龙和桃蜘蛛的粉龙，大家喜欢哪个呢？伟哥选择全都要。来看看新品路飞的夜火手枪，大家还记得这一集吗？超级燃美！来看看三巨头火影，鸣人带土大蛇丸，鸣人是九喇嘛模式，不过伟哥最喜欢的还是少年版的鸣人。哇，蛇叔竟然出了，预定一波！小时候看火影最怕蛇叔，到成年之后反而更喜欢哲学家蛇叔了。有生之年竟然还能等到带土，希望小李跟凯跟上啊！来看看三巨头死神。我们继续看看龙珠的新品吧。这次龙珠有刊展纪念品，主角团 SHFFA 系列的展品，会场限定的孙悟空就是帅，不知道伟哥一会儿能不能买到呀？贝吉塔这应该是2.0吧，橙色比克含金量不错哎。这次圣斗士的展品是20周年重生版投票商品，所有投票选项对应的商品都会展示出来，投票还在进行中哦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。来看看开展纪念品，蜘蛛侠纵横宇宙，迈尔斯和格温是伟哥最近看过最好看的蜘蛛侠片，大家一定要去看看。青眼白龙的成品，好还原卡的造型啊！现场看这个涂装非常的漂亮，像陶瓷一样。魔熊英雄传。罗生门，多少人的童年我不说了啊！妈呀，已经35周年了，这个涂装太闪了，喜欢，我都很后悔没有预定，我现在就要买。魔神类的超核灵魂。这个应该是再版的 DX 魔神瑞，伟哥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款，我已经预定了，坐等一波到货给兄弟们开箱。鬼灭的断刀片大家有看吗？我们来看看甘露寺和无一郎的新品吧。妈呀，好有爱的柜子啊！间谍过家家好全呀，超有爱。哇、哦，阿尼亚太可爱了，哇酷哇酷！寒冰的声音高台，快看快看！来看看游戏系列，剑锋传奇的嘎子，史上最面蓝厨。就说长白毛的格斯越来越男人了，变成光之鹰的格里菲斯反而越来越女人了。不知道格里菲斯的头盔能不能摘下来啊？艾尔登法环的维克都出了，环学家必入。虽然伟哥手残没有打穿这个游戏，但是呢，非常喜欢狼叔。在这里也许愿意 SHF 的狼叔吧。SHF 的街霸系列，伟哥一直想玩，这次看了现场以后更想入坑了。想以后慢慢收，大家感兴趣的话，伟哥日后给大家出测评视频哈。SHF 的赛马娘马儿，哇、哦，这一堆。太萌了，孤山五行的一拳竟然也出了 SHF， 现在国漫和日产的合作越来越多，真是好事。采访一波吧，看看大家都喜欢哪些品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花钱最多的作品是什么呀？索尼子吧，大坑，你超适合索尼子，有没有？我确实有点优势。我想看啊，兄弟们，扣一啊。SHF 买的比较多，年年都在买。NB 世界版 ，NB 和声音的话，花的最多的是高达，最近在收龙珠的高达吧？高达了应该，高达，高达，这个信条吧？应该是海贼王、三世系列和奥特曼系列。奥特曼、假面骑士、高达、假面骑士、奥特曼都在花。毫不犹豫，是一杯绝对是元神，就是回战吧，是就是回战吧，鬼灭之刃吧，碧蓝航线的手办，你在大宝面前说碧蓝航线可以吗？这个回战里面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商品呢？剑梦传奇的这个格斯和菲菲斯，这个好棒，那个我都没想到会出来谁。啊，这个系列能出的话，我其实还挺高兴的，因为作为一个10年剑锋粉丝，好不好？比较喜欢的是大福，15周年展会发售的龙珠，今年过家家可能会买。你想买谁呢？女主的弟弟。你的口味好独特呀。孙悟空的那个2.0的，都集中在二魂嘛。是啊，看着这个声音神话就很神异啊。鬼灭那个里面我觉得都挺好看。初代奥特曼的奥特曼系列，武将悠人的手办，间谍过家家那个做的还不错。间谍过家家，大家特别可爱，没有你可爱。果然现场大家花钱。最多的就是高达，很多帖子都没有机会来 CGO 现场看15周年巡展的话，都要看伟哥的视频，还可以关注一下线下巡展。CGO 结束以后，8月2号到8号在上海也有15周年巡展 After Event，CGO 上没能展示的新品都会在这里看到，我是羡慕上海帖子的一天。看了这么多，大家有喜欢的吗？欢迎大家在屏幕弹幕区互动哦。看伟哥今天白嫖的袋子好看吗？其实呢，伟哥除了带大家日常的测评视频之外，也特别喜欢带大家逛逛展子，看看新品。如果大家喜欢伟哥的逛展视频的话，一定要多多给个免费的三连哦，求求了。等一等等一等，你以为就结束了吗？伟哥带你们去看好看的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